我跟你说，你拿出来好不好？把东西拿出来，不要一直塞，不要一直塞着。好，对不起。体验一下按摩的乐趣。我们今天又是要来拍一觉出生就开喝，上次整副身体已经应该是快半年前的事情了，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调理一下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要来体验传统脚底按摩。我们平常有按脚的经验吗？有哎，因为如果你按全身脚一定会按到，可是你知道我按脚底的时候我会很不舒服，我脑袋有个地方可能在按的时候，然后我脑袋就这样，因为怕你一个人叫得太无聊，我帮你请了另外一个来宾。那我们今天找到另外一位来宾就是温蒂。你知道这离我家超近，对，然后他迟到了13分钟。温迪是本身很常按摩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昨天晚上才按摩，昨天12点的时候来那间。你比较喜欢哪一间？其实我比较喜欢植物。哦，那可以，那可以。你知道今天要干嘛吗？今天要喝酒是不是？没错。哎，真中午哎，真的很累，我就已经不想再喝酒，可他们一直逼我喝酒。今天什么酒？红酒。啊，红酒还可以啦，我以为 whisky 还是什么烈酒，吓死我。是很难喝那个红酒吗？什么叫惩罚？我可能跟你们说需要大力一点的时候，就可能要大力了。我以为你按了，我按了没？平常按没有那么痛，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故意的，就很舒服哎。请督促一下另外一位师傅，可以这样刚刚好，怎么刚刚好？喂，不好意思，你在睡觉吗？对啊，哇，最近不是要打那个拳赛吗？对啊。你还好吗？痛痛啊。哪里痛？手痛痛啊！因为我最近要去参加那个脱口秀，然后你是搞笑天王，我觉得你比较会搞笑，所以我想要讲一个段子，让你觉得好不好笑，帮我一个忙。哎，你知道那个游乐园有那个旋转什么啊？旋转你啊？不是，好像是一个游乐设施，你知道吗？旋转你木马。木马。还不错啊，旋转木马。孙，很棒啊！这个老公你好棒 ，Jimmy。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，你拿出来好不好？把东西拿出来，不要一直塞，不要一直塞着。好，对不起，我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对啊，你在干没错啊。猜我在干嘛？突然这样听到这种喘息声，你应该在坏坏。很痛，很痛，很痛。我不知道啊，你在干嘛？你讲啊。你要猜啊。DIY 吗？坏坏吗？你是只有这个答案？喘息能干嘛？你在跑步吗？跑步。你做什么会很喘？打拳啊，爱爱啊，生气也会喘啊。我不知道，你直接讲啊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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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直接讲了啦，我都输了。所以你猜我是谁？学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等一下我。我在干嘛？我想你啊。那你知道什么行为会很快学会一种语言吗？为了想要泰国洗吧？不是不是，是不洗澡。为什么不洗澡？因为不洗澡会越南文。你猜我们在干嘛？快点呐！我不知道你在干嘛，我不知道。这个点很……你给我提示啦！啊！不是往喘气的方面想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气喘病。我是。很大力的。我们平常晚上会去哪里？晚上会去哪里？台中酒店。晚上会干嘛？很舒服的。舒服是我想要按摩。什么？按摩？到底？对对对。我们在哪一间？第二场去的。第一是月河，第二是植物。没错。第三是不老松。啊，我做什么颜色指甲？你最喜欢白色或紫色？哇。请快点回归。你讲个心笑话。我遇见你，我就属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绝对不是什么属于你，放心。全新改版2.0，薯条。薯条一定要吃热的。对，现炸。快点属什么啦？属虎。为什么属虎？因为遇到你，我就属虎啦。烂死了。好了，拜拜啦。感谢。拜拜拜拜。有一个桥。就是还有什么桥段？甜甜还有什么桥段？我就问师傅20秒全力时间，然后你们就可以不用喝酒。你是在整我吗？我刚刚整个身影都不见了呢。手上可以不用喝完，但是师傅全力20秒。十秒，十秒。
全力十秒。啊，如果叫嘞？叫没关系啊，因为我就就是最后。好好好。谁先？他先。好，我先。脚有点抽筋了，我脚。就是戏剧的效果，平常不会按这么大力。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收脚是什么意思？收脚什么？六、七、八。你要去哪里？九、十。好可怕哦！我来这里受虐的。谢谢两位师傅。谢谢师傅。哇，这一集我的脸完全不能看哎。你这个之前有去做过别的治疗吗？没有，我是第一次，我第一次给你。讲很可怕的话。哦，这里哦，哦，这边超卡的。现在让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物理治疗师。耶、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个字三个。奇怪的开场，因为本本最近他都感觉这里好像不平均，睡觉的时候脚会麻，所以现在你哪了？我的屁股还有一个骨头，大家都有骨头，这边有一个地方啊，就是他骨头感觉坐着的时候还有压到的感觉，对，而重点是他看得到，哦，看到他凸起这样子，对，就很丑那种感觉，这种凸起啊，不是那骨头真的凸出来，而是那边周围组织肿胀起来，所以看起来比较凸。可是我从小时候肿到现在，哎，那么年轻就肿吗？哦，对对，的确是蛮有可能会，而且还有，就我之前没有这个骨头，但是。我之前常常撞到我的脊椎，就是很大力的这样坐下，然后刚好撞到那个脚脚。如果说是一般坐着的时候会觉得屁股那边有个东西被顶到的感觉，通常是那边，但我说那边已经肿了，所以才会轻轻压就有感觉。你现在这样做就感觉到吗？现在还好。但是你现在这样做就随时感觉你腰酸酸的。现在还好，没有那么严重。可是躺着我睡到一半之后，我脚会很麻，会醒来。还有一个另外的是那个上半身。我的头是歪的、啊，因为大家都跟我说我头是歪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感觉。镜头上更明显，对啊，一定有的、啊。有哎、欸，那你平常会不会觉得背怪怪的，或是手麻？没有，这上面有时候会酸酸的、啊哦，所以这里会痛这样。对，然后啊腰也很酸。那平常会不会胸闷？去很多胸就很闷。那你不管你现在深呼吸看看，你有没有觉得气进不去的感觉？有。那你手张开看。你又不会手指头有点紧绷，麻麻的。没有，现在没有。你自己在家里的休闲娱乐是什么比较多？打电脑。那你电脑姿势大概长什么样？哦，我电脑姿势长这样子。为什么要这样？觉得这样比较舒服。那这是腰痛的原因，然后你手背会这样痛，就是这个感觉是蛮严重的，全部的元素都到了这样子。我是很重症的病人。麻的话都偏比较重，而且你现在麻的位置会到脚麻。那我先直接做检查好了，那直接来看好了。帮本本做的就是他的身体的动作检查，然后去看说可不可以诱发出他的疼痛感，以此来判断出来问题在哪里。